第九题，小五跟妈妈去观赏非洲鼓的演出，震撼人心的鼓声传入耳中，好像心脏都跟着一同跳动。当鼓手敲击鼓面相同位置的速度越快时，其鼓声在音调会有什么变化？东西发声有其特有频率，钢琴键按一声哆，很快按两声哆哆，很快按三声哆哆哆。虽然我们发出声音的快好像变快了，但是它的频率还是一样的。因此第九题问我们说其鼓声在音调会有什么变化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不变。